我们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创意的来源，然后每一个创意的实现，就是有话直说，以理服人啊，相信玩家也都听过这句话啊。那原神的团队中其实有 A blade is like a tea leaf. Only those who sample it many times can appreciate its true qualities. Got nothing else to do, why don't I tell you a story? Seems like I should have just stayed in bed.对，萧公在主线中也是我们旅行者非常重要的助力啊，届时他还会有比较精彩的表现。那很期待他活跃的身姿啊。沼佑呢，他有一大心病，就是可能大家从外观上也看得出来，他个子很小，小小一只啊。对沼佑来说，同龄人都已经长高了，就只有自己还是维持着这种小小的模样，就让他对长高这件事情有了很强的执念。他认为。首先就是大伟哥非常在意的雷电将军，从外观上来说他是一位冷艳凛冽的角色，剧情中呢他会是整个道气的核心关键所在，这位很强大的神明，他与各位旅行者的碰撞会是我们整个故事刻画的重点，那雷神所追逐的所守护的究竟是什么，他究竟为何而战，这一切的答案呢就会隐藏在各位玩家这次的旅途之中。哎，我们看这一位承担角色叫做托马，他是一位比较特别的角色，他拥有与其他道奇角色不同的一头金发，他的身份呢自然也会有一点点自己的神秘啊，他是一位从定位上来说他是一位善于察言观色的一位比较成熟的伙伴，目前担任着神里家的副手，与神里兄妹都有一定的渊源。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位角色叫做九条沙罗，她是天领奉行的将领，天领奉行九条家的养女，她是一位天狗，她拥有像乌鸦一样漆黑的翅膀，即使在这种强者林立的三奉行当中也是一位非常惹眼的角色，她忠于雷电将军，也忠于自己的职责，是一位魄力十足的一个将领。这位看着软乎乎的少女叫做珊瑚宫星海，她虽然外表很柔美，实际上她却是珊瑚宫反抗势力的领袖，她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军师，脸上她总是带着一副很恬静的笑容呢，实际上她就是谈笑间就把所有的事物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的一个类型，智将的类型。哎，这一位就相信大家一眼就会看到他头上的兽耳，很惹眼。他名字叫做五郎，他外表虽然是少年，但他却是珊瑚宫势力的大将。在战场上，他独当一面，这种越战越勇的这种角色，关键时刻非常值得信赖。那最后这一位就是在之前的版本前瞻特别节目中就和大家见过面的八重神子啊，对，他是执掌明神大赦的公司。外表优雅美丽，实际上是一位聪慧狡黠，是一位不能用寻常道理来揣测的女性。她做事呢有自己的原则和手法，剧情中她也会与旅行者多次见面。那到那个时候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展开呢？除了新的玩法与活动之外，新角色也会出现在我们的活动起源里。神里家的大小姐神里凌华将在2.0版本的第一期活动。那针对内容的整体性，我们对到期区域想要表达的内容其实做了一些关键词的收束，例如刚才提到的永恒、雷元素啊，还有能量等等。那这些关键词呢会延伸出一系列的场景和玩法设计，但最终他们又会去收敛到这些核心的概念之下。例如谈到能量，
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关卡玩法跟战斗机制啊，在元素能量这个概念上可以去挖掘更多的可能性，然后创造出新的战术体系。那谈到雷元素啊，在感电、超导这些已经存在的战斗相关的雷元素反应之外，我们还会去根据道七本地的一些特色机关和生态的特征，对雷元素的玩法是将这些设计改成了机制自洽，并且只需要玩家去思考使用方式就可以完成的一些机关。那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去尝试通过一些玩法大幅的去改变玩家在这个地区的一个探索体验。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改变，既然类似的茶室整体的风格比较优质，比较幽静，我们给它取的名字叫木漏茶室。木漏其实是穿过夜隙的光的意思。不过跟我们现在所处的氛围不太一样的是，木漏茶室它是一处隐蔽的场所，只有预约过的特别来宾才能进入，而且茶室的老板是一只包着头巾的柴犬，有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太郎丸。柴犬老板这个很有意思啊，不是人，而是一只这个柴犬来担任这个茶室的老板角色，那沟通上应该会不太一样的，对吧？那作为客人呢，那旅行者喝完茶之后需要把自己的钱放到一个小箱子里面吗？是的，而且这个茶室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比如说传说啊，所有的店员都跟太郎丸签订了某种不能言说的契约，然后他们必须遵谨。除此之外呢，道七境内还有很多比较宏伟比较大的布设，每个区域呢都有自己比较独特的设计和布局方式。我们希望旅行者能够在冒险的过程中不断地去深入探索，去发现其中暗藏的各种故事和细节。在研发的初期，我们团队就拟定了道七的主题是海洋群岛。那么作为我们七国中唯一一个完全位于海洋上的国度，我们既希望保留道七这一个称呼所代表的地区统一性，又希望各自独立的岛屿，因为它有六个不同的岛构成嘛，能够带来与之前就是我们旅行所经历过的璃月和蒙德所不同的地块表现。那么在做各个岛屿的设定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这些点，去投放有关神明的追求，有关神的眷属，以及有关人民留下的刻痕，然后用这种以小见大，就各个不同的族群以细见整的方式来反向体现雷神追求永恒的这么一个主题。那虽然刚才也提到有不同的岛屿嘛，也有不同的族群，那他们的局部表现是有差异的，但是从整体的视角出发去看的话，整个矛盾是贯穿在他们全局当中的，存在于道七的每一个部分，因此我们的整体的统一性也就显示出来。他们分别是九条家所带领的天领奉行，负责管理一些治安和军事，执行演授令。中家所带领的勘定奉行，他们负责管理一些财政以及海关通行的事务。以及最后第三户就是神里家，神里家所带领的社奉行，他们负责管理神社庆典以及一些文化活动。七会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这也是其他设计部门和策划部门想要去体现的，就是希望它的生态环境中包含更多的雷元素，有更多的雷元素采集物和交互去互动。那这种雷元素充沛的环境，孕育出了不同的色彩、不同明度的植被、树木，以及顺应环境而生的特殊的采集物。比如说我们蒙德有蒲公英，有风车菊，对，霓月有琉璃百合，有霓裳花，对，道七有独属于自己、对应自己人文和地理的特色代表物。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叫做明草，一个叫做飞鹰绣球。那通过这种比较好看的植物吧，神鹰树的话，它的就是基础的设定来自于一种叫做神离信仰、神木信仰的东西，它象征着雷神对于整个道七全境的庇护。不过这里我们其实可以进一步的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神鹰它的参考原型并不只有鹰树，而是一种叫做颤阳的植物。颤阳，这个植物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它们位于地下的根系是紧密相连的，看起来也许你从外表上看它是一大片树林，实际上它只是一棵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就只是一棵树，比较有意思。其实我们的神鹰也是采用了类似的设计。那这种自然存在的特殊生态运用到游戏当中，再配合玩家实际在进行游玩探索的时候的一些体验，然后就会成为比较有特色又有实感的表现。我们觉得这个地点就很有代表性，很代表雷电将军，它的诞生就与雷电将军息息相关。雷电将军曾在这里对上从海奇岛袭来的一条大蛇，为了斩杀对手呢，将军挥出雷霆万钧的一刀，由于威力太过强大，不光大蛇被当场斩断，
那整座岛屿也被连着劈成两半、嗯、就如今就是大家到八运岛上还能看到就上面有大蛇的遗骨、嗯、以及岛屿像被刀锋整齐的切开了一样，就分为南北两边、嗯、那这种奇观就是在游戏里实际看到的地理奇观，就是当年就是大战造成的景象、嗯、那大蛇惨败之后呢，他的遗恨还是弥留在这个人间的，催生出了一种叫做碎神的事物、嗯、因此稻妻地区呢也衍生出了能够镇压碎神或者利用碎神的一些、嗯、迹象，那继而诞生出相关联的一些人文历史、嗯、那玩家朋友们将会在神里府上见到他、嗯、那么神里府似乎跟之前这种室内场景的风格大有不同啊，不过怎么有屏风啊？没见到我们的灵华大小姐啊？毕竟是射凤型的大小姐嘛，自有她的一套规矩，这也正是她的神秘所在。我们想稍微保留一些新鲜感，那具体的这种初见还是大家玩到这一段的时候就会有更加具体的感受。稻妻是提瓦德七国当中唯一一个完全处于在海洋上的国家，所以稻妻的天气也会区别于蒙德和璃月天朗气清的感觉。稻妻的地形为海上群岛，旅行者置身在每一个岛屿之中时，会感受到眼前的景色随着光影的游走快速的流转变化，仿佛每一眼的景色稍不留意就会被海上的风吹走了。那和我们试图想要在空间和视觉上营造这种明暗交这个锚点，我们将横纹的语言进行了提炼并且重构，把这些横向的纹理和结构刻画在每一块山石上面，然后在拼接方式上把这些纹理又重新的组合起来，组成了现在的看到的这种交错线条的方案。啊，原来雷元素对地形的影响是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吗？感觉真的很新奇哦。的上下结构的空间，然后让玩家就通过一些秘密的地方通道找到这些地方，就像千与千寻里面用特殊造型的发着光的紫色灌木去照亮这些黑暗的洞穴。我们想从形态还有颜色上去表现雷元素的奇幻感。那如果你想要一探这些奥秘，你就可以在村子里找到一些钥匙，从村子里枯井跳下去、或者是从海边的礁石钻进去、又或者是从守护之森隐蔽的小洞找到这些暗藏在平凡事物之下的宝藏空间、然后这里到处都会弥漫着一股危险的气息，和地面上那种安静美好的画面形成了巨大的视觉反差。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大型的人文历史跟自然风光相结合的地方。刚才 AB 同学也提到了雷电将军跟大蛇战斗了以后，然后他留下的碎神残渣就是被封锁在这个岛上的，然后以残渣为核心的能量，它会将周围的山石整个聚集起来，在画面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视觉中心点。而稻妻最大的冶炼设施玉影无仙便位于此处了，然后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个能量的视觉表现，我们就将周围的牵引的木栈道全部向中间聚拢的方式去跟中间的炉心做了一个呼应跟衔接，然后又把内部的空间晕染成紫色，在环境当中增加了飞沙走石和忽明忽暗的闪电的特效，尽可能的去表现这种危险感跟神秘感。和 IP 大佬敲定了用紫色系来营造雷元素的影响区域，而没有受到雷元素影响的普通区域呢，我们就保留了吉卜力动画经典的配色，是一种冷调子下的各种绿色的融合，然后淡蓝色的喜灵草和深蓝色的风信子构成了稻妻最基础的生态，它串联着每一片平原跟滩涂，芦苇则是在关口河滩还有山坡上旺盛的生长。当夏日来临的时候，稻妻的人民就可以坐在樱花盛开的甘津岛上，远远地看着烟火在稻妻城上空绚丽的绽放，然后城里的烟花也会被烟火照得通透无比，倒映在海边的点点花果寄托了我们对一切美好事物的遐想。飘渺的薄雾和风吹落的枫树叶隐艳着离岛的建筑，萧瑟的气氛笼罩着这个港口小镇，模糊的光线中你可以看到有人群在走动攀谈，平原上的小溪旁边安静地坐落着几户淳朴的民居，回头望去，鸟居从遮天蔽日的大树当中探出头来，那如果你恰巧发现了草丛中的狸猫，你就可以跟随着它一路拾级而上，穿过一片水汽弥漫的森林，便来到了被飞鹰绣球簇拥着的神里林华的家了。画面感真的好强啊。如果从稻妻的建筑来穿过光线透过的回廊，坐在林华大小姐的茶室中，旅行者们可以透过半敞开的结构看见绿枝掩映的平亭，而远处的稻妻城和天守阁在樱花的簇拥下若隐若现，阳光透过厚厚的云层照在天守的房顶，
直尺画堂，这许多与东方审美相似的地方的描写也会一次又一次地带给我心灵上的震撼。在新的地区也会有能够给大家带来不同战斗体验的新怪物，比如这些看上去似乎与遗迹守卫有着某种联系的异形机械，其名为遗迹机兵，仿佛是在形态上模仿了某种生物啊。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机能与战斗方式，或许会给旅行者们制造一定的麻烦。来到了道七，自然有在装扮上非常能体现道七风格的人类势力敌人。这些流浪的五人为了生计与财富自甘堕落，落草为寇，也会时常在道七的野外出没。比如这位长镜侍女就是一位极其危险的原众成员，她的美丽和优雅让敌人也为之神迷，心甘情愿地坠入她的幻境，旅行者们可要当心。无相家族的新成员无相之火能变换组合成不同形态的遗迹机关、恒长机关阵列，以及 1.6 版本大家曾经见过的魔偶剑鬼都将正式登场。同时我们也制作了全新的道七风格的武器，当旅行者们来到道七后可以通过锻造的方式，雾切之回光与五星弓飞雷之弦阵也将加入到新版本的武器活动起源中。另外新的圣遗物与圣遗物秘境同样也会出现在道七地区，此次 2.0 版本中将会更新两套圣遗物，追忆之柱联与绝缘之奇印，希望新的圣遗物也能够为大家提供。 Mondstadt is the city of freedom and Lia is the city of contracts. As for Inazuma, it's known as the nation of eternity. The almighty shogun focused exclusively on our single goal of implementing eternity. I know of a way to introduce you to the Raiden shogun. But before that,There is one other place I was hoping you both would accompany me to. When a person's ambition reaches a certain strength, the gods look upon them with favor. In other words, a person's vision represents their ambition. It must be a possession, right? I see. That reminds me. It seems that his vision was recently confiscated.It's just like that feeling of emptiness, the feeling that something is missing. For to be stripped of one's vision is to be stripped of one's ambition. As one who is thrown into the sea, though he fights back desperately against his predicament, it does nothing to prevent his descent into the depths. Intuition was correct. The wind that blows from afar carries fresh life to these shores. Perhaps in the eyes of a deity such as the Almighty Shogun, the lives of those who inhabit the world are inconsequential. At present in Inazuma, in the name of the Vision Hunt Decree,The people's aspirations are being senselessly trampled underfoot. Thus, we cannot remain indifferent to this situation without also remaining indifferent to our own fate. Now, it is time for me to honor my word! I await your instruction.Forget that challenging the Vision Hunt Decree is tantamount to challenging a deity. When you are ready, go to Hanamizaka and look for a fireworks shop run by the Naganohara family. There, you will find someone who can help you. Allow me to introduce myself. A festival priest! I'm Yuimiya. Great to meet ya. Fire hazard!At your disposal.
addition to us, there is also the resistance on Watatsumi Island. Many who have lost or fear losing their visions have rallied together under Sango no Miya on Watatsumi Island to form a resistance group. Remove all threats to eternity! By order of the Almighty Shogun! Adopted daughter of the Kuju clan of the Terrio Commission. She's also a general in the Shogun's army. The resistance never betrays its own. A ceremony, you say? Why would such a task be left to the Terrio Commission? The wait is over, my comrades. You will be inlaid upon this statue.